我们是来到了拍电影的场景了吗？哇，还逆光！我们是看拍电影啊！逆光！哇哦！你们花痴开始，这是看拍电影啊！大片。 哇，好帅呀、啊！太帅了，你们仨走过来，跑起来吧。等一下，那个我们比赛是五圈，结束的时候也会摇这个黑白色的方格旗，绿旗是出发。好啊 ，OK， 这应该开得很好哎，哇，远远超过其他两位。哇，快一圈啊！我老公有点快，太快！你看他拐弯都是那么大。哎呀，我看这个谁，这个云龙有点冲动啊。<笑>胜负欲出来了，能超车吗？ 男生真的很爱比赛，哎，咱们的陆林队在哪里啊？你老公是超车了吗？不是，他这次掉队了。现在看出咱们这个老领队稳健的风格越开越慢。没错，加油，陆一哥就差一个白手套了。加油！哎，你发现他越开越慢，他是没电了吧？这辆车。 他在赛道里面也是要求安全驾驶，就是这个速度了。加油，加油！请问我们要这样看多久啊？五圈。啊，五圈。不要。咱们在这里等。 为什么要开好多圈呢？嗯？要用力是吧？厉害吗？我应该有这个天赋，我觉得是。我吗？你也有天赋。 太难了，这个太胖了，吃这个吧，好不好？吃吗？芒果干儿可以吃一个，给你。经历过陆领队的烧烤跟处处温暖的关怀之后，来到一个率性的镇领队，一个是照顾到妻子们的心情，一个是照顾到自己的心情。 您就知道这差别在哪里了吧？结束了吗？第三名是陆毅老师，1分02。哎呀，哎，挺好玩。他不是只开40迈吗？开车？对啊，今天已经都60了，今天已经都60了。多好呀！嘉奖，嘉奖，给他喝一罐冰的吧。为什么？这样还不行，太严格了。真的是表扬。 这样还不行，挺好玩。走，导游带队来。
哇，这边的晚霞太漂亮。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！咱们再上了那高台那儿吃，烧烤已经准备好了。哎呀，陆毅哥终于轻松了，你得烤死我了。听说了，你这不容易啊。来，请坐。哦。哎，那还有一个摩天轮呢，好漂亮哦，土票土票的。这个 view 很好。那个能不能有那毯子之类，一会儿给要一个。多贴心，盖腿上。哇，谢谢。哎呀，看看他的改变。然后，哎，一会儿吃的时候这手套。哎呀，哎呀，哇，真棒！谢谢，谢谢军哥。谢谢导游啊，军哥一直都特别在照顾大家的这个角色里。喝什么？哎，鱿鱼。谢谢。粉丝是吧？就特别的殷勤，让我们有点受宠若惊。这让我说对了，我就说细心，服务到位。把你们给伺候好是导游的责任。不是，你来之前谁给你上课了？没有任何人给我上课。完全是你自身的觉悟吗？懒得理我。哇，这还没吃就开始了啊？哦，这儿鲫鱼身上吃，千岛湖的鱼。哇，吃鲫鱼也太好了，我要来吃鱼。还有鱿鱼。哎，小恩，鱿鱼。谢谢。端好，水果也有，蔬菜也有。你们先吃着吧，我烤的也不错，给你们露一手。羊肉串。军哥烤过去啊？啊，当然烤过呀，西安人都会哈。西安烧烤、东北烧烤那都是有名的。嗯。哎，我来。想问这小的是什么？羊腰子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尝尝。不像羊肉。鸡心。啊、哦，辣不辣呀？有点辣。不辣，好吃。不辣。好吃。好吃。真的好吃。主要是热的。那炒饭也好吃啊。嗯。嗯，真是哈、啊。哎，你看这笑容什么意思啊？换人了哈，换人了。你去，我来弄。是，你去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我不够大。好专业啊，军哥是不是经常做烧烤呀？对啊，军哥真应该去香格里拉，因为天天烧烤是吧？对。哥，我有个问题。嗯。两口子吵架，谁先哄谁啊？这就开始 Q 了，我憋了三天了。其实这个话呢，是云姐在香格里拉的时候就让我见了军哥，一定要帮他把这个问题问出来。我跟老郑，我们俩在一起15年，就前期我们两个所有的不开心都会以我先去哄他结束，因为他永远不来哄你。对，你们见到他，你问他有没有这个事儿。他提醒我2次还是3次，让我一定要问军哥这个问题。可能他真的很想听军哥怎么说吧。谁先哄谁？首先啊，我觉得呢，这个问题就是问题，这问题就有问题是吧？怎么能吵架呢？哦、哎呦，我是你个乖！这回答好，太没有觉悟了是吧？求生欲太强了。就如果不小心一旦吵架了呢？首先是避免正面冲突嘛。对，先避其锋芒，避其锋芒，然后等待他良心发现吧。哎，郑老师，等待谁良心发现？就等着自己发现，他肯定是等着自己。这点上你和那个陆毅哥做法就稍微有点不一样。陆毅哥是每次陆毅哥直接就我错了，低头对、啊、我错了，我跪了。陆毅哥说是这么说的，实际操作估计也有偏差。军哥，要不先来坐一会儿，吃一会儿，坐一会儿吧。要不一直在那儿给我们做烧烤吧，感觉你好紧张。